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欢迎各位够钟埋位收睇或者收听呢度嘅风云歌。更加是多謝各位是額外的支持我們這個風雲會加入我們這個會員的頻道，是吧？是就今天呢我們就總結回這一兩個月美國對於台海的關注的姿態越來越高，同時美國對於香港是越來越不客氣，美國是對於中國就越來越是現出一個死心和不再回轉頭的姿態。這三大跡象呢令到香港呢，我們一早說本來呢你就應該左右逢源在殖民地時代，但後來呢就左右做人難，現在你就豁了出去就歸了邊，在一場即將極有可能爆發的台海戰爭或者東亞戰爭裡面，香港你那個抉擇是會影響到你生存或者被壓碎的那個命運。是最近呢美國呢講到明了很多這些智庫的報告第一呢，第二就是美國國會這個議長麥卡錫，第三呢就跟著接波就是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已經呢是不同你呢是含蓄的了，講到明這個呢東亞是有事和危險，是啊，咁特別係咧，美國華盛頓一個智庫組織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咁日前咧就對於中國大陸咧襲擊台灣咧進行一個軍企嘅演習，咁佢無疑2026年咧就入中國大陸咧就入侵台灣，咁佢進行咗24次嘅模擬嘅推演，咁佢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是。這個美軍呢和台灣會以慘勝告終，亦都會有一至兩艘航空母艦呢會被擊沉，但最後呢中國大陸是佔領不到台灣的，這個呢就他推演了很多不同的狀況啦，但其中一點呢都值得留意的，就是他的報告裡面講到呢，如果這個台海的戰爭爆發呢，美國在7日之內呢就會耗盡了他所有的遠程和制導武器，他一個英文字叫做 MT bin， 即係話咧個空箱啊，即係個彈藥庫裏邊。咁於是係啊清倉啊。咁但係相對於咧就中國大陸咧，佢嗰個彈藥嘅供應咧就反而咧會充沛。咁啊嚟喚醒咧，其實咧美國國防啦或者軍事方面咧就要留意依個問題啦，唔好咧即係冇未雨綢繆，否則一旦開戰，可能好似俄烏戰爭咁，係會咧。延續成幾個月甚至一年，咁美國嘅彈藥就唔能夠咧跟得上啦。嗱呢啲咁嘅智庫嘅報告咧我哋又睇到咧係有一啲嘅細節咧佢冇講。係呢啲細節咧係隱藏一啲嘅漏洞。嗯，例如咧佢話如果2026年中國侵台喺七日之內呢個美國嗰個武器咧又出現呢個叫清倉，係咪？但係將會咧係獲得慘勝，包括咧可能係有一至兩艘航空母艦被中國擊沉。嗱，佢中間個細節就係佢話美國獲得慘勝，慘勝嘅過程係乜嘢咧？美國如果慘勝嘅結果，中國嘅慘敗嘅狀況又如何咧？嗱，佢話七日啊係會耗盡美國啊好多啲包括長程導彈啊呢啲咁嘅武器。咁長程導彈係射去邊咧？當然係射去中國啦，係嘛？好啦，射喺中國啲咩目標咧？點樣慘勝咧？嚇，係咪一個長程導彈射咗去呢個叫長江三峽咧？如果長江三峽嗰個核嗰個水嗰個叫大坝，嘣一聲冧咗，嗰個慘勝咧，之前咧就係成個長江決堤，係淹沒咧，係幾乎係半壁江山。嚇，咁啊，中國嘅平民咧，亦都係出現大量死傷，咁啊為之慘勝喎。仲有啊，台灣咧本地嘅嗰啲咧。紅峰飛彈嘅諸如此類咧，講到明啊，係會咧係襲擊，起碼呢個叫上海，去到武漢，仲有慘勝嘅過程，是否包括香港都被美國或者台灣啊呢啲長程、程、中程或者短程嘅導彈摧毀？如果係摧毀幾多香港？係唔係有短程導彈包括咧？
這個叫做台灣的導彈是射到入嚟中環維港，定是在將軍澳海域那度咧係爆一個水花，就搞到香港人雞飛狗走，互相踐踏咧，就踩死一萬幾千人，同埋咧係嗰啲資金一夜清空。嗱，我睇啲智庫嘅報告咧，你唔好淨係睇佢講咗啲乜，你要睇下佢咧冇講啲乜，冇講啲乜咧係故意疏忽，係一個叫無心疏忽，定係故意隱瞞？然後咧，你去辨別啊呢啲智庫嘅報告究竟有幾大嘅叫心戰宣傳成分，有幾大啊嗰個叫實況啊嘅預測？係啊，嗱呢啲咧就係咩叫慘勝啊？啊！喂，佢慘勝即係對方慘敗咧，對方慘敗經包唔包埋香港啊？香港點敗法啊？係咪嗰陣時啊？當然冇咗聯繫匯率啦，係咪啊？你慘勝嘅結果，即係話香港啊，包括香港嘅港元啊，係咪一美金咧係兑到上十幾廿蚊啊？咁嗰陣時香港人點啊？哇！喂，有幾多人抑鬱跳樓啊？有幾多生意倒閉啊？跟住香港有冇得食啊？嗰、那個中國嗰個糧食啊？啊，同埋遭到呢個叫石油遭到禁運之下，嗰、那個經濟係點天翻地覆啊？所以兩個字叫可圈可點，叫慘勝。我而家想知個慘勝嘅細節係乜，但係啲字符就冇講，淨係話我哋嗰個武器倉俾你清空啫。呢啲咪人哋犀利咯？冇錯，其實咧你都知啦，美國呢啲字符咧背後咧都有政黨或者係某啲政客咧嘅資金支持。其實咧，我哋睇呢啲報告嘅時候咧，我哋都要諗多一層，其實佢背後有咩動機？咁佢雖然咧，佢用翻俄烏戰爭嗰個分析啦，佢話咧就係喺俄烏戰爭呢一年期間啊，已經消耗咗咧美國為啲非參戰嘅盟國，即係其他英國啊、波蘭啊或者係其他斯洛伐克啊生產嘅武器，20年嘅武器咧喺俄烏戰爭呢一年咧差唔多消耗殆盡啦，包括刺針式導彈啦。包括標槍式的反坦克導彈同埋155厘米的炮彈啦，依啲咧已經係喺俄烏戰爭裏邊已經打差唔多打完啦，美國的庫存，咁所以攞嚟咧推演翻，如果喺台海爆發戰爭的時候咧，美國能唔能夠咧好似俄烏戰爭咁樣再攞翻出足夠的彈藥咧？而特別是因為台灣是一個島嶼，陶生你都提過啦，要即使有貨啊。你都要橫跨成個太平洋咧去運輸，咁嗰個補給咧亦都會出現咗問題。嗱，其實講咗咁多，最後咧我聞到一個字咧就叫淺字。嗱，因為裡面嘅潛台詞咧就係敦促緊美國國防部或者美國嘅軍事工業咧係要快啲去檢討同埋要準備生產足夠嘅武器同埋彈藥，去以應付未來嘅台海戰爭。嗱，我可以甚至覺得咧呢個報告咧。那個勝負咧，只不過是一個前菜嘅，個主菜咧就是希望咧增加個軍費，或者係簡化嗰個採購程序，而背後可能是國防工業裏面出錢去俾呢個智庫咧去寫呢個報告嘅。呢個咧當然是一個可能係原因之一啦，另一個咧就是將自己的實力咧係估計得低啲，將自己嗰個慘烈嘅代價咧係計算得高啲。呢啲咧係人哋呢啲基督教立國英語國家嗰種咧理性科學同埋謙和，係嘛？佢唔會咧，並不言詐，得個三分嘅力量咧喺度認曬叻，係嘛？啊，就咧話自己有十分，係嘛？啊，又佢亦都唔會話咧，我同中國打仗嘅時候咧，我點點點三日之內咧係必定滅亡你，啊！佢亦都唔會好似中國啊十幾廿年前。有一個軍事將領話：一旦開仗咧，我會咧係向呢個叫洛杉磯係發射呢個叫核襲擊，然後咧中國咧會褪後，係俾西安以東所有嘅城市咧係俾你美國啊，係用原子彈所有摧毀。佢唔會講到咁癲啊，同埋咁戲劇性，同埋咁極端。呢啲佢覺得係廢話嚟嘅。係，你睇嗱，中國十幾廿年來佢嗰啲咧正式同非正式嘅戰爭。啊！嗰種咧啊，戰狼式啊啊嘅語調，同埋人哋美國出嚟嗰種咁嘅智庫嘅報告，你睇下個比較係咪幾大嘅分別啊？係嘛？係嘛？係。仲有啊，佢話美國一至兩個航空母艦係俾中國咧摧毀喎。我想知道點樣摧毀法？擊沉咯，佢話。係啊，擊沉用乜嘢擊沉喎？航空母艦上邊咧係有好多戰鬥機嘅喎。係。係嘛？如果擊沉嘅話。
一座沉咗嘅航空母艦上邊呢啲飛機係咪冇升空？係咪同埋只航空母艦一齊沉啊？定係呢啲咧 F-15 嘅戰機其實已經咧係走曬？呢個叫偷襲珍珠港。偷襲珍珠港時候，美國兩艘航空母艦喺出邊嘅，係嘛？喺出邊咧，佢就送啊若干隻呢啲普通嘅戰艦同埋一千幾名官兵俾你。其實而家都係嗰種陰謀論咧，未能夠正式證實，不能排除，就係話喺英國啊、丘吉爾，甚至係呢個叫羅斯福已經破解咗偷襲珍珠港日本嘅密碼，就特登唔話俾國會聽，或者咧丘吉爾特登唔話俾羅斯福聽，就送嗰一千幾個美國官兵咧攞嚟做成本，然後俾美國一個大反撲，奠定呢個真正嘅太平洋世界。哦，這個陰謀論咧都講咗好多年㗎啦，因為咧。被擊沉啊，係一啲陳舊嘅主力艦，啊嗰啲主力艦咧已經係即係一戰之後嘅設計啦，亦都唔係最新。而最重要嘅航空母艦咧就離開咗珍珠港，咁啊當然啦，有人會覺得係美國嘅運氣啦，咁但係亦都有陰謀論咧認為背後咧係一場即係精心設計嘅，令到全個美國軍民一心要參戰嘅一場戲。咁啊當然啦，如果你用陰謀論去計咧。個成本是低的，只是傷亡了二千幾個美軍，另外沉了幾艘古舊的主力艦，但換來呢是全個美國的軍事工業，全個美國的民心一起呢要對抗日本。當然這個究竟是事實還是一個傳說呢？這個自己去衡量了。不過如果說回剛才你說兵不厭詐，我都同意的，因為這個智庫的報告，它那24次的軍演呢，即係嗰個模擬咧，佢設定咗好多嘅情況，譬如話開始嘅時候美國係唔參戰嘅，有啲 scenario 係美國係參戰嘅，咁有啲 scenario 咧就係咧其實咧日本都會有份介入嘅，咁佢呢24個 scenario 咧就係將唔同嘅狀況咧去推演啊，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佢都去得出一個結論咧，就係中國大陸係唔能夠順利佔領到台灣，咁其實。它裡面的潛台詞，如果美國是面對一個補給的困難，其實中國大陸何嘗不是面對一個補給的困難呢？雖然台灣海峽沒有太平洋那麼闊，但是對於沒有登陸作戰經驗，或者我可以這樣說，只有登陸失敗的經驗，古寧頭那次，就中國大陸呢，它即使它能夠登陸，它都不能夠保障到那條補給路線，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報告呢是有些示弱的，故意是一來就是希望可以通過這個報告向政府或者國防部拿錢去生產多些武器，另外一方面就是欺敵，就令到你覺得呢，咦，是一個禮拜你就燒曬了，那我打兩個禮拜那我實贏啦，那就令到對方呢蠢蠢欲動，引蛇出洞都不定，這些呢在軍事學上面都有的，這些這個兵不厭詐啦，是吧？這個呢即是美國呢，我只是看看這個叫智庫的報告，我只是研究那些叫 missing details，是看不到的那些細節去了哪裡，是吧？例如你無端端有兩艘航空母艦被你擊沉，航空母艦上面的飛機去了哪裡？講到這個飛美國的空軍是兩個系統，第一個叫 F-15，係嘛？空軍系統係啊 ，F-35呢啲係戰鬥機 ，F-22呢一隻係 Top Gun 啊，壯志凌雲阿湯告老師曬出嚟嘅。另一隻咧就 B 系列，就叫咧 B-52轟炸機、B-25同埋 B 二型。嗱，一個個轟炸機嘅 B 隊同埋呢一個叫戰鬥機嘅 F 型，不斷喺度更新。而且咧呢啲轟炸機同埋戰鬥機咧係遍佈啊，更加多嘅基地。你個關島嗰啲唔使講啦，係嘛？係橫須賀啊、沖繩啊，甚至以色列啊、墨西哥啊呢啲咧，係隨時咧係可以 call 翻翻嚟啦，係嘛？咁啊，仲有啊呢啲高科技啦，啊呢個叫衛星嗰個監控系統啦，係嘛？咁就長久以來啊，嗰啲仲有偵察機啊，係對於南海同埋中國沿海啊種種嘅數據，係嘛？同埋呢個叫佩洛西。在呢一個舊年八月訪問呢個台灣嘅時候咧，就被呢個叫中國聲稱要將個飛機擊落，跟住咧就發射導彈演習，導彈發射咗幾口，跟住冇咗下文，因為佢發射導彈嘅時候產生喺空氣裏面嘅熱能咧，係俾美國啊嗰陣時嘅偵察機同埋雷達咧全部吸收曬，收集數據。咁所以你而家聽到呢個叫佩洛西去呢個叫台灣咧，
中國必定予以咧係懲罰同埋報復措施，其中一個咧就叫做軍事演習嘅常態，包括咧呢個叫導彈咧係呢個叫試射。啊冇喎，而家導彈咧，你冇講話每發一口咧，每逢一口咧嗰、那個成本係好貴，係咪？但係而家導彈咧就冇咗影啦。咁當然咧，叫越過河誒呢個叫台海中線啲滋擾性嘅飛行咧係持續都有嘅。但這個呢是對台灣的阻嚇力呢是 無效的。是吧，就是因為呢當初曾經說過，整一隻呢是戰鬥機呢是飛越台北總統府上空，啊，這個情景呢是沒有出現過，是吧，那在這個時候呢就美國出現這個叫智庫的報告，是吧，所以最大的懸念就是呢已經不是說中國是否這個叫侵台了，是什麼時候侵台的問題，同埋咧，幾時侵台之後，侵台嘅狀況，呢場仗點打嘅問題，對於一啲軍事專家同埋業餘嘅愛好者咧，係好想知道。因為咧，我哋知道烏克蘭，我哋最近啦，係嘛，係呢個德國啊，被逼咧係要咧，係呢個向提係呢個烏克蘭提供坦克啦，啊呢個英國啊又提供咗坦克啦，係嘛，北約啊又積極啊提供坦克，呢個咧係好做重大嘅象徵意義，即係話咧已經咧係化守為攻。一場大蘇輕的決戰即將到來，但是台海戰役是用台海之戰是用不到坦克的，如果你說烏克蘭戰場，如果未來一兩個月坦克是成為是正式清場這個普京的最關鍵的力量，所以說台灣這場仗台海怎麼打呢，用不到坦克，唯有呢就是戰鬥機、轟炸機、導彈，這個美國和日本，還有就是日本和美國的海上軍事力量。是的，其實我們可以看動感來說是跟烏克蘭的戰況是有點不同，有點不同。烏克蘭其實是陸戰的，是的，空戰只是輔助，但是調轉如果在台海的戰爭絕對是空戰為主，我們吸收歷史就知道了。當時1940年希特拉希望進攻英國，跨過英倫海峽執行海獅行動，但是在這場登陸戰之前，他一定要肅清或者要擊敗皇家空軍，當時就爆發了大不列顛空戰。這場大不列顛空戰就很悲壯，這個將來有機會再介紹，但是最後皇家空軍是戰勝，令到希特拉不能夠擁有制空權，於是整個海獅行動就是要取消了。如果用參照翻呢個歷史，雖然係發生喺二次大戰70-80年前，但係應用翻現代咧，依然有效嘅，因為咧要制海權，先要有制空權。咁而制空權咧，決定咧就係頭先陶生你講啦，依啲 F-35 啊、F-15 啊依啲戰機咧，去主宰依個台灣海峽甚至東海上空。咁依啲戰機咧，就當然係來自台灣本土啦、沖繩島啦。或者來自關島的轟炸機，甚至有機會來自菲律賓這些軍事基地，都是會在台灣的周遭會爆發一場海空的大戰。這場海空的大戰規模可能遠遠大於大不列顛空戰這種程度，而究竟個勝算是幾多呢，我們都分析過很多次了。當然就美國為首的盟國的勝算是大，因為無論在科技和經驗上都絕對是優勝一點。最後這場空戰結束之後才決定那個登陸，是啊，那裡已經是 另案處理，不需要討論，更慘烈，是啊，是，但是在邏輯上來說，登陸的階段是很難出現的，是很難，因為如果彼得你登陸咧，咪即係話美日至少聯美日台聯手嘅叫海空咧，嗰個戰役咧係俾你咧係大量嘅清空同埋征服，冇錯冇錯，彼得機會你登陸，咁即係話美日台啊嗰啲咁嘅海空嘅實力咧已經俾你掃，所以其實我大基本俾你掃場係咪？我大膽啲預計咧，根本登陸係不會發生嘅，咪係咯？嗰、那個第二階段係因為海空嘅唔 合邏輯、海空嘅戰鬥咧，其實已經決定咗個戰局㗎啦，啊，其實你登陸咧係幾乎不可能發生。好啦，嗱，而家個關鍵嘅問題就係佢登陸唔到，會唔會發矛？會，梗係會發矛啦。嗱，呢個叫海空啊嘅對峙嚇，成日講話7日。如果超過7日，叫7749日，
啊，美國固然虛耗，啊，中國嗰度係遭到咧美日台嗰啲咧海空長短程導彈同埋轟炸機一連串嘅攻擊。嗯，佢點收科？嗱，佢點交代？陸軍又冇得出，唔通啊？真係再整一千幾百艘啲漁船？以前咧你可以吹噓，但今次嘅俄烏戰爭你就睇得到啦。單純靠導彈啦、火箭炮啦同埋炮火咧，係唔能夠征服一個國家噶。俄羅斯嘅導彈唔少噶，到射到而家都仲射緊啊，射去基輔啊。會射啊！火箭炮同埋火炮，因為佢哋陸戰啦，咁啊亦都可以飽和咁嘅攻擊，但係都唔能夠令到烏克蘭屈服。咁你就推算得到啊，即使爆發台海嘅時候，我當你啊飛機大炮即係呢個射去台灣。都是冇用，不能夠咧令到台灣咧投降，而結果只會咧將嗰、那個我叫咩啊嗰個作戰嘅心咧係更加凝聚，因為你見到啊澤連斯基嘅烏克蘭咧就係咁樣啦。因為而家喺網絡時代同埋新聞嘅報導咧，你依啲導彈去轟擊嘅時候，你一炸咗落民居咧，哇 CNN 啊啊呢、這個 NHK 啊就大肆報導，報導完咧。結果民意所向，或者係全球啊，全個地球就會企咗喺嗰邊。咁啊，共產黨唔理你民意嘅，到嗰陣時嗰啲計埋噶，我係都要咁噶啦，咁啊點咧？係嘛？但係你都唔好話呢個個低估嚇、啊。如果當你呢、這個台灣嘅花蓮啊、台中啊嚇呢啲日月潭等等成為一片火海嘅時候咧，呢啲畫面啊帶嚟嗰個震撼力，尤其係對台灣內部嗰啲人啊，係嘛？佢係咪話甘於束手待斃咧？嗯，啊當然咧，裏邊咧有一個關鍵因素就係、是、我哋以前講過，台灣咧係唔會有自己嘅澤倫斯基嘅，係特別喺2024年。如果總統大選是國民黨上台，國民黨現在內部已經醞釀說選我是不會發生戰爭，這個呢 是很可笑的，選你呢是即是說你做石敬瑭、洪承畴或者叫汪精衛或者叫吳三桂就不會爆發戰爭嗎？這個當然呢未必是台灣、這個、國民黨的主流、第二呢、就是呢、那個台灣國內嗰個士兵同埋個士氣有冇烏克蘭民族同埋烏克蘭軍咁強悍？嗯，嗱咁所以台灣內部出事咧，就唔會喺第一階段，唔會喺第一階段咧海空叫美日台啊，係嗰處咧係聯手咧係防禦階段，出事咧就會喺大陸嘅陸軍登陸呢、這個叫台灣，同埋咧不排除係展開大規模嘅鎮壓同埋屠城嘅時候。死人死得多啦，包括國民黨啊嗰啲自己啊嚇嗰啲子弟兵啊咩咧死傷慘烈嗰陣時啊，唔好打啦，唔好打啦，跪低啦。嗰陣時咧呢、這個可能性係好高嘅，所以咧對於美國嚟講咧，我哋度得到咧，佢哋西點軍校一定係度得到，絕對唔會容許第二階段出現。嗯，啊，所以咧叫國民黨喺裏邊做吳三桂，雖然咧係醖釀有一種咁嘅氣氛，但係咧。技術上發生的可能性很低，嗯，係嘛？所以咧，整個台海呢個局勢咧，點解會引起呢個叫國際關注咧？就即使係軍事專家都想知道個謎底，你究竟點打？係，係嘛？究竟登唔登陸啦？因為其實喺現代嘅戰爭裏邊咧，純粹佔領土地咧。是不是勝利嚟嘅？當然啦。嗱，你諗下，譬如等於佔領咗之後要長治久安啊。係啊，你佔領咗之後，你要派部隊啦、駐扎啦，你要維持翻個安全啦，甚至咧你係會遭受到反攻啦。其實佔領咧唔係一個解決嘅方法，只能夠消滅有生力量。咁而家咧，你喺俄烏戰爭裏面就見到依啲例子㗎啦。啊，即使普京佔咗克里米亞，佔咗烏東大片土地，咁而家又如何咧？係咪先？雖然台灣冇烏克蘭咁大啫，咁但係你佔咗其中一部分，咁你又如何呢？你又係咪真係可以咧令到對方投降呢？咁啊，就算係呢個日清戰爭1894年之後《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啊嗰陣時已經停火噶啦。咁呢個日軍咧係登陸台灣佔領嘅時候，都係同阿里山一帶同嗰度嘅原住民啊嚇。爆發呢個叫慘烈嘅戰鬥，唔止仲有客家人咧，當地嘅殺好多，係啊，係嘛？嗰啲山地嗰啲霧射啊等等啊，呢啲日軍咧就要深入深山嗰處咧，係要殺人嘅。
所以其實咧，成日都話台灣嘅地形咧細過烏克蘭，即係冇乜優勢。但係調轉嚟講咧，台灣多山多河，係啊個幽靈地帶多，就唔似烏克蘭一個平原。其實你吸收翻頭先你講啲馬關條約之後，日軍要收復曬成個台灣，長治久安都要付好多人命代價。係啊，係嘛？係啊。咁啊，跟住咧先至係叫做管治，係嘛？呢啲咧誒叫誒。這個叫後藤新平啊，來到做總督啊，然後呢嗱聲就發表這個叫發布這個叫安民告示啊。這方面來說，中共呢就懂得統戰的，是吧？他會有一個宣傳攻勢的初衷，說這個解放軍不打這個台灣人，希望呢是不戰呢，是以這個屈人之兵。這些就是後話，但是呢我們現在集中看第一階段，就是這個叫美日台啊，那個海空防禦啊！呢一個咧立體嘅戰略到底係點運作？喺呢一個海空防禦嘅階段裏邊，台灣靠唔靠得住？同埋美日同盟有幾咁緊密？同埋咧，即使係美日，其他澳洲啊等等咧，菲律賓啊呢啲後勤啊幫唔幫拖？係嗱，所以呢個戰爭咧啊，即係話第二套戰爭片啊，嗰個預告嗰個畫頭啊，係比起烏克蘭第一套嚟講係更加犀利嘅。是 啊你一講呢個美國嗰戰爭片嚟講，我唔知啊。烏克蘭嗰邊嗰場嗰套戲相當於叫碧血長天啊，但係呢個叫台海嗰場先至係史匹堡嗰套雷霆救兵，係嘛？即係以而家叫戰爭電影史啊嗰個隱喻嚟講，當然呢個咧亦都係有少少吻合咗我哋舊年講話，如果習近平喺二十大連任咧，台海爆發戰爭嘅機會咧係高達七成。我哋唔會講到盡啊！而家真係啦，係嘛？美國嗰啲智庫啊，美國嗰啲軍方嗰啲發言人啦，全部都話嚟料啦。同埋最近咧，美國都話直情發現啊，其實中國五大軍區啊，都喺度做緊積極嘅備戰功夫。係就唔係話咧，出邊好多人咧，個估計，咦？見到個大佬普京喺烏克蘭失利喎，於是我縮嗱呢位仁兄咧，佢嘅行事咧。是無可預測的，是啊，分分鐘一見到俄國不得咧，我呢度喐，咁得唔得先？冇人估得到嘅，邊個估得到啊？係嘛？突然間喺一夜之間取消動態清零啦，係嘛？以前講過啲嘢當冇講過啦，係嘛？所以啊，呢啲種種嘅不可預知嘅突變嘅因素，我諗相信美國亦都咧係喺度充分估量緊。其實吸收翻兩次大戰嘅經驗，包括韓戰都係啦。戰雲密布之下咧，戰爭嘅爆發咧係瞬間出現，唔係能夠預見嘅。反而啊，如果爆發嘅時候，香港咧嗰陣時，嗱而家最近美國總領事出嚟講，兩年之內我哋有15,000啊美國僑民走咗，剩翻幾多未走咧？嗱，如果真突然閃電戰爆發，香港所剩翻我唔知啊30,000又50,000美國僑民，另外仲有幾萬英國僑民，仲有30,000嘅日本僑民。嚇嚟唔嚟得切？係即刻緊急啦，係撤退咧？邊度有咁多班機咧？那個赤鱲角，係嘛？如果唔係咧，即刻俾你呢個叫駐港解放軍又好，同埋呢個廣州軍區咧，即刻咧係緊急啊！嗰陣時唔理噶啦，宣布香港進入呢個叫總動員同埋。你諗翻喺日本偷襲珍珠港嘅時候，喺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樣有好多。三代兩代的日本移民在度做生意，落地生根，娶妻生兒仔，日本都不理噶啦，唔理噶啦嚇！如果咁樣啊，嗰啲死埋噶咯喎。係啊，如果打仗上嚟啊，就包括呢個叫做滿洲國嗰陣時候，我有數以100,000嘅日本僑民啊，已經過咗去肯托噶咯喎，係嘛？跟住咧就俾呢個蘇聯紅軍咧殺入去嘅時候咧，係殘殺同埋俘虜咗好多。啊、所以這個就是戰爭的代價，但是我相信呢香港的情形是會有少少例外的、所以香港何時到達最危險的時候呢，今天種種的跡象，除了我們要密切留意美國軍方和政府、智庫、這些這披露呢，就是呢西方文明國家的僑民在香港的數目，他們有沒有跡象或明或暗咁撤退啦，呢個美國總領事講已經走咗15,000人，你點知佢哋係個個自愿走咧？有冇暗中嘅 briefing 咧？同埋會唔會停止咧？係，同埋美國一講，係咪暗示其他盟國
你哋喺香港嗰啲人，你哋好執生啦咁。係啊，係嘛？就算佢唔走，或者佢嘅家眷係咪已經撤退咗咧？嗱，依啲留意一下。即係香港啲咩南唔南斯親唔親中愛國，你就唔好打麻雀啊，食嗰啲米芝蓮咁過癮啦。啊、你就要咧，如果你醒目咧，叫你啲仔女咧讀嗰啲國際學校，德國、瑞士啊咁咧，隨時定期報你嗰個同班嗰度嗰啲鬼仔同學有冇突然退學啊？係啊係，有冇翻咗鄉下？有冇翻鄉下？翻鄉下係嘛？即係呢啲咧嚇，呢啲先要一眼觀察先叫嚇識得政治啊嘛。但係香港冇講啦，係嘛？即係暖風分得由人醉啊，直把杭州作汴州。香港咧呢啲咁嘅中環精英啊，嚇親中愛國，甚至啊民主派咧，佢長久以來係一種安逸同埋富裕嘅環境咧，係全無憂患意識，亦都唔好講話有幾多個戰爭嘅專家，個個都諗住咧係唔會發生，係嘛？因為後邊有祖國福地啊，傻啦！大家呢個揾錢噶嘛，邊有人同個錢作對啊？一定會啊事先啊係會講掂數啊，係咩？如果講得掂數，又點會爆發兩次咁慘烈嘅世界大戰啊？嚇！唔好低估人性愚昧嘅程度。係。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多謝。咁啊，更加歡迎啊，同埋多謝各位加入呢個叫風雲會，同埋咧我陶傑同埋馬偉聰嘅 Patreon。係。下次節目時間再會。好多謝大家，我哋下一集再會。多謝大家一直以嚟嘅支持。风云谷 YouTube 频道是在香港时间星期一至六晚十点播出，星期日会有合集重温。现在每晚都有超过一万位观众收看直播，每集的收看人次平均超过200,000，而订阅人数亦向紧300,000进发。风云谷是完全免费播放，我们两位主持人陶杰和霸伟聪就算长途跋涉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目的就是为了尽善尽美。在新的一年，风云谷会推出频道会员制，加入的会员除了专享风云谷会员专属影片之外，还会有专为会员而设的特别内容，外景特辑和直播互动等等。而我们亦筹备着专为会员而设的限量珍藏纪念品，当然不少得得意可爱的风云猫、陶生和鲍 Sir 亲笔签名的 postcard 等等，作为对于大家长期支持风云谷的一点心意。各位想做频道会员好简单，你可以在本片的描述栏点击最上面的连结就可以加入。而除了刚才提到的会员专享之外，你还可以在直播或者首播时段使用专为各位会员而设的逃生 sticker。下一阶段更加会有埋爆 Sir 和风云猫的 sticker。而在你的名字旁边会有一个很特别的频道会员勋章，这一些都是我们对于各位支持者的小小心意。有心有力的朋友还可以同时加入陶杰 Patreon 和霸伟聪衷心直说的 Patreon。 两位的 Patreon 除了一至六风云谷的声音版供各位下载随时收听之外，亦有陶生和鲍 Sir 更多的文章和节目同大家细细声密密针。我们相信有大家的支持，风云谷团队一定能够越做越好。我们期待和大家一起携手翻山越岭，走到黎明来到的一天。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世事多变，小看风云。下一集约定风云谷再会。